红眼镜加红温什么意思兄弟们？太敏感了。打兰博能不能出鞋子四红？杜兰顿就可以，杜兰顿好补刀一点。如今我们是一分二十五出去，这样出去就行。哎，还能刚好过来骚扰一下他们家打野，舒服得很。舒服。当然，还不到时候。拿下他们。哈哈哈哈哈！闪了，兰博也炸了。怎么说，兄弟们？你是真的坏，那没办法呀，怎么能叫坏呢？我的眼被排了吗？不是，你可真是个怪东西啊。这就红了，他好像很急啊。这里是可以让男枪帮我推的，因为血量比较低，有风险。哎呀，我帮他，他帮我，而且人头还是他拿的。这男枪节奏起飞，这把男枪要是起不来，我操！怎么说，兄弟们？这把要是男枪起不来，怎么说？让头勾引，啊，闪现换他闪现。经验也分了，还骚扰一下皎月，这皎月被恶心了，你知道吧？这里是没有的，这石头都早刷了，我绕过来再抓一次，这么恶心。一个 Q 烧半血啊！我操，兰博死拉了进去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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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现在回就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南墙爽飞了两个头。这样就刚刚好，这个先是刚好卡住了，而且因为我这个炮车推的不是很快，完美兵线，我操，从未有过如此美妙的开局。哎呀，兄弟们为我欢呼吧！这太美妙了，这开局真是美美又妙妙呀。但是我的这个不会找这男枪去了吧？
我还真去了，是把我去了。基本上已经积了，稍微运营一下线，就变得轻轻又松松了。这游戏，所以绕视也是很重要的，估计他要被吓死了。怎么说这兰博要发疯了？我估计零杠三 O 三 O 了。难受，太难受了。这皎月人去哪了？消失了。他不会被恶心了一下就直接没了吧？把盾卖了，这时候盾已经没有用了。你们不要舍得那一百点血，那一百点血比起 CD 鞋的移速跟技能冷却来说，是差很多的。掉过去。反正我的眼要被拍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找死呢？走路，不过上路这线好像有点问题，三个闪，这不太爽，三个闪，要我也不要了，艾克害人精也不是了。这兰博挺痛苦的，气质，把这闪现点火啥都没打出来。哦，来了，引爆狙击。从这个时候的符文就已经完全碾压政府了，他的攻击力加成了。就绑来着，每天都脚一下来自爆。刚刚九级我就开大了，就是这个。
你占据我的小心。在直播就是教学啊，对啊，其实在直播就已经是在教学了。用鲜血淹没这个世界。而且我觉得教学一方面，其实你要按照我的思维去玩，观众他会框说的那个框架，他会认为我说的是对的，有可能会觉得，可能你们有些思维对于你们而言是对的，但是我一说，你们可能因为说我玩的比较好。啊，自然而然就可能对我比较信任的，或者说其他一些层面的东西，导致说可能推翻你们原有的那种思维框架吧，或者说一些游戏理解。那这样其实我觉得对你们是有害的，就对观众来说，你们可以适当的保留自己一点东西，变成你自己吧。稍微晚来一点，可能我就不会死。想开说，美丽说，直接看吧。说了不一定理解，理解了不一定会去玩，玩了不一定懂。还是让观众融合自己的东西比较好。哇！哇！我觉得观众的理解能力是很强的，不用说，其实光看一些游戏里的行为，其实观众自己就会懂。这把可以不用浪费一个食物，强没关系。就是你看，你带入进去，然后你自己去想，想完之后你再去玩就可以了。我不可能长篇大论全部讲一套东西给你，这种你们反而会学不会耶。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。反而观众会不懂，不然不赢记了。简简单单一波断线，全在蹲我呀，这么恐怖。我的空线呢？反正对线期没完全结束，我就有信心自爆去。你猜猜传送是拿来干嘛的？你猜猜这个传送是拿来干嘛的？对吧？小兰博，压三级。基本上记了。我将切断你的四肢，我将刺入你的。真的呀、啊？
你问我答，观众问一个，你答一个，但观众本身没有玩，他只是在那个框架里，这样反而调动不了积极性，他只是听完觉得有用，你觉得有用没用啊？你觉得有用，它是不存在的，很虚无，你还是得亲自自己去打一把。炸了，脚越闪，也许我刚才不应该跑，应该回头接着 A 他。还行吧，慢慢打，慢慢不费。皎月不怎么，皎月自爆。要想听到我锋刃的真实声音，首先要懂得痛恨重生。他没想到我能跑。这里我是不建议去打的。出来就杀他！我感觉兰博这个英雄是你的兵线自检员呢，他不是上单自检员，就是你的兵线运营的自检员。你兵线玩的好不好，就你对一把兰博你就知道了。你如果兵线运营玩的很差，很容易被兰博爆线的，因为他这英雄是数值中的数值。你兵线要是运营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问题，很容易就那个人。我现在改了打兰博，不是技术的问题，不操作的问题。有兵线理解就可以打了。这叫闪！先拆塔呀，你们！哎，跟你们讲了，算了，漏一个吧。我们是不用去高地的，这队友完全用不到我，这兰博又死，他就一直在顶。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建一点，慢推。太难受了，出来又死，再帮皎月刷下野，因为皎月心里压力太大了，帮他刷下野，这样他就可以 省时间跟队友打字。300块，复活吧，归来吧。对，记了。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那个一级断线开始。那不断线直接整把游戏结束了。也不说整把结束吧，至少来讲，他们这上野是肯定很难受的。这么痛，
拿下，兄弟们，大家点波关注。